育价值炒地皮，卖育价值炒地皮。政府财团灭农地，政府财团灭农地。征收农地，黄土变成金。市长又一脚踩进农地，说：“农地卖财团，建地变成金。”市长很高兴啊！市长再一个大脚踩进农地，说：“农地变产砖，产地变成金。”不管你是建地、产地还是农地，你的地就是政府免费的提款机。政府既能收租，又能收税，这就是跨域价值。在107年，这个绿线捷运的 G12、G13、G13A 的站体的征收哈，也已经完成了，已经有土地了哈。这三个站加起来大概3.多公顷，这个是有已经征收了，所以站体的部分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要征收这么大的面积呢？那我跟各位报告，就是完全是为了这个绿线捷运的自偿率。什么叫自偿率呢？就是我们知道公共建设，它需要盖的成本。那这个成本呢，在大概民国的100年左右，开始政府有一个叫做跨域价值，公共建设财务方案。他希望我们的公共建设里面，这个公共的建设的成本，希望他有一个把未来的收益，10年、20年、30年的收益计算回来，可以回来挹注这样的一个开发成本，这个就叫自偿率，就是开发的成本如何让他从未来的土地开发还有这个营业的这个收益里面挹注回来，让这个开发成本可以回收，这个就叫自偿率，那。绿线捷运，桃园绿线捷运，它有多少的自偿率呢？当初在98年的时候，它是我们的新闻稿写是2.86%，2.86%，就是它总共要花511亿，它只能够透过如果没有土地开发的话，它只透过那个乘客搭乘的这个票箱收益只有2.86%。那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地方是不是都市是单纯的农地。所以它的搭乘的人口、搭乘的收益是非常低，所以政府在100年的时候就想到这个跨域价值，这个财务加公共建设的这个方法，就是让这个周边的土地开发的利益可以回馈到这个公共建设的成本上面。因为农地它基本上地价税是停征的状态，然后它的房屋是农舍，是比较稀稀疏疏的，不像那个集合式住宅这么高楼，所以它的没有地价税，没有房屋税比较低，土地增值税、契税也比较少的状况底下，那当然没有什么利可图了哈。所以政府透过这个跨域价值计划之后，却变成说要把做这个区段征收，征收完之后这些就变建地了，有变建地就地价税先进来。将来建商盖房子的就有房屋税了，集合式住宅房屋税，再来因为土地的买卖土地增值税，还有这些的契税，等等的这些的税务，全部可以挹注回来开发成本，那这样子的话它的自偿率就可以提高。跨域价值计划是允许我们捷运站附近的这些土地它可以增加一些容积率，那这个增加容积率，政府可以变卖，变卖完之后，这个钱也是挹注回来这个公共建设，那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可能有一点都市计划的，就是我们可能要考量本来都市里面它的都市的那个受容力了，这个是在这个问题。可是如果碰到农地的话，农地有没有容积率？没有容积率啊，那怎么办？所以要再透过征收把它变成建地，然后就会有容积率了。当然，最后要讲的是车专区哦。车专区是什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捷运的一些共构，上面可能有饭店、有购物中心，还有这些建案。这些共构里面呢，因为政府可以标售或是标租，所以又有收益。这些收益又回馈到这个公共建设里面，这个自偿率。所以当初绿线捷运透过这样的一个跨域价值，从本来自偿率2.86%变成几%？
最后是44.71%了哈，所以是可以提啊41.77%哈，这个非常高的一个自产率哈。以前我爸爸给我这里一甲的土地呀、啊，结果之前十几年前开的中正路，从对角给我跑过去，已经剩下五分的土地，十几年前已经种了五分的土地啊，可是现在呢，现在又来给我做那个机时候转运站，我也让他征收了。他后面又要来，对面那个金国商先说什么，已经开发好了，又要来开一条幸福路，又要从我的土地经过。后面还有一条那个交流道的那个卢兴南路也是从我的土地上面经过，不知道要征收几次啊？然后已经给我征收了那么多的土地走了，后面才要来区段征收啊！而且我跟他说，我可以原地保留，我的祖家还在这边嘛。我跟他政府要求说，那我可以原地保留我的祖家在那边吗？他说，不好意思，你的祖家那里就是车专用区，根本就完全没有办法让我们留在原地保留。那我最后我想问这个政府，最后我们的土地到底最后能剩下多少？我的土地到时候也已经征收了几次了，已经征收四次了才要来区段征收啊，我的土地只能够剩下多少？这个事情不是违法，我认为是违反财务公平性的原则，负担公平性的原则，也就是说大众要用的东西本来就应该要大众来负担，而不是要求少数居民来做非常强烈的牺牲来负担我们大众要用的东西。而且土地征收的公益性呢，它必须要很特定具体，所谓就是抽象的财务需求呢，我们认为是完全违反土地征收的公益性跟必要性的，而且自偿性更不可以当成是这个征收的目的。那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是，类似绿捷开发这种以公共设施为核心向外扩张的征收案件，其实过去已经有很多案例了，而且它公益性很明显都是非常缺乏。但是高铁附近的各种的这种扩大征收的范围，都是一直以来都是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希望就是桃园市政府可以撤回这次的都市计划，好好做一个就是当地居民真正需要的一个计划，然后也希望监察院能针对这种类型的政策来做系统性的调查。现在的这个规划，其实在整个桃园地区来讲，也不具它这个规划的必要性。它现在以产专区为主，但是我们知道旁边的航空城的产专区的面积就600多公顷，到现在为止也都没有办法启动，好，所以这样子的规划内容也是没有必要的。好，那如果说是整个都市地区的整体环境改善的话，如果各位记者媒体朋友有兴趣的话，去现地看，他们那边其实就是整个桃园南崁周边很好的完整的都市绿地，好，上面有皮塘，好，也有还正在耕种的这些都市的农地，也保有我们传统的这样子的农村聚落的风光，都还在那边。其实是这个后面我们南崁地区这些已发展区很好的一个绿地，重新坐下来跟居民好好沟通，说到底这个600多公顷，整个发展区位来讲，好，农地怎么样尽量的维持，绿地怎么样尽量的维持，跟我们的在地的这些几百年的老聚落怎么样维持，好，重新以这样子的发展原则跟我们的住民好好来谈，说这个地方要怎么规划。好，整个都市计划的参与式规划在台北市其实都已经有先例了，新北市也都有先例了。好，我们桃园就从这个绿捷开始，好，不要再像航空城其他地方，好，都是市政府的这些人，好，不知道跟谁讲好，在办公室里画好，然后让居民只能被迫接受。我们就从绿捷开始，好，来跟居民好好谈，说这个地方要怎么规划，好，用一个由下而上的参与式的方式来跟大家谈，说这里要怎么维持我们好的环境。